29号，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海外侨胞专题座谈会。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28位海外侨胞列席代表和省政府、省政协、省直等20余个部门代表面对面，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出言献策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，又瞄准当地急需的项目，精心打造值得信赖的中国国家品牌，注重品牌效应，才能带动其他企业走出去。广东台全媒体。